各位港岛区嘅选民，何宗树根会连同6位民建联区议员参加9月份嘅立法会地区直选。我哋嘅服务大部分超过20年，长期得到街坊拥戴，其中6位喺区议会选举中仲自动当选。 民建联真诚为香港20年，我哋同大家风雨同路20年，对社区身同感受，同街坊休戚与共。各位选民，我可以当之无愧咁讲，服务港岛，我哋最强。市民对我哋有信任，亦有更高嘅期望，我哋唔会自满，更明白肩负重任。现在系新嘅起点，大家嘅信赖系明日嘅依靠。 是时候重新起步，进军立法会。全凭你嘅一票，未来4年，社区上继续有我哋嘅汗水，议会中更加有你哋嘅声音。